这个盒子里面的信息量呢比较多。第一个就是天气实况，包括过去一个小时到一天的到24小时的这种雨量的一个统计，以及这个温度、风等等这些要素的一个统计信息，这是实况。预报呢就包括这个未来一小时的这个预报，以及未来3天的、未来7天的这种全省的、全国的预报都会有，包括我所在地的预报，我随时随地能够掌握到。掌握了这些信息之后，那么我就知道我这个地方的风险点在哪里，比如是河流还是水库还是那种滑坡、地质灾害等等，我做到心中有数，那么防灾减灾调度的时候你就能够更加精准、更加科学，是吧？更加及时准确。像这种预报呢，一般是1分钟就更新一次，而这个临灾警报呢，就是达到了秒级的响应。